我以为他在帮我把线拔掉，没想到他帮我看把锁、哎、这是帮瑶瑶妹锁的吧？我这么信任你啊，啊你们能帮我插把刀、啊高叔，你做得出来吗？你觉得做不出来这种事情？裤子可以脱下来就行了。他脱下来，他没要说啊。没关系，这裤子就不洗而已、啊。这个球，搞到了。只要车子有点油，海哥带你量地球。大家好，今天是在地球村的最后半天。对了，昨天是最后一天，今天正式出发了。现在天下着雨，我在院子里面看着他们几个忙前忙后的在整理收拾东西，我们即刻要出发了。现在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。高手，你还准备做午饭再吃是吧？我们没吃早餐嘛，等一下五点半再吃。东西都洗得差不多了吧？嗯，今天把这些锅啊全部洗干净了，这些东西啊，然后烧水壶要带上，然后把这些菜全部吃掉啊，光盘行动，然后就可以出发了。把、啊、这些箱子什么的全部洗干净了。看看小马在干嘛。小马哥你在干嘛？收拾装备。哦，这些设备全部收拾好了，我尽量打包在一个盒子里面啊。啊，你想用那个箱子还是装起来？这个带不走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路上用的少，这个还是留着回家来再用。啊，对，装好了，那个泡沫都不用，那个泡沫下面垫一点就行了，其他的不用。你到哪里？理个发呀。你这个头怎么一个月剪三次？才两次。你自己搞得这么帅吗？太油了。你说有必要吗？太油了。去大西北那边没水洗头，所以你短一点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戴个帽子不洗头都没关系。啥啥啥啥？那我天天就是那个油露出来，那就不好了。你搞得像劳改犯似的，那谁跟在后面，人家不会怕。这个发型还可以啊，露，你看高手这个。高手，看看你这新发型。哇、嗯哦、哎呀，帅呆了，帅的那是一塌糊涂啊。不要了，看雨伞，等一下就行。哇，高手，拿起来，拿着。嗯，我看你这两个啥？这放身上放久了不就这样子吗？这么大，我靠，这个是雨伞呐、啊！行，什么像啊？这个兄弟，以后你就背着这个搞直播，挂在胸前的。我防弹衣。不是防弹衣。肚兜。就这样子的嘛。啊，你带给我看一下。什么兜？啊，这样，一扣。这个手机就架在胸前就可以了。是什么东西？哇！武装搞起来！高总，高总，你这是想跳伞的节奏吗？然后手机放在这胸前就可以直播了，然后自己看那屏幕上面的字。哦，你加给我看一下。还有这么高科技，我做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。啊，高手就是高手啊！哇，什么都能想得到。三枚。我不是看到你还有手电筒的、啊，嗯，你这个被我放在车上压坏了，你这什么情况？这个支架压坏了，这是低噪，可以。我的解奏解多了，嗯，擅长是善解人意，非常的顺手，日本人。想想我们的高手啊，真的是物尽其用啊，啊，他想到的东西都是我们。常人都想不到的，怎么剩下一个灯笼呢？你把那几个鱼拿上来。这是谁送过来的？商丘，哎，不是商丘，九峰兄弟送过来的。
这干粮啊，干货，这干粮是要有必要的。现在一切准备差不多了，妥当了，蓄势待发。师傅，炮竹啊？对，我们出发的时候打。嗯，一路平安啊，对吧 ？OK。嗯，打个炮竹，记得。今天是出勤吗？打炮竹。出发。出发可以打，真的。出发。初九也是好日子。我。这个报告可以打的，哪天都是好日子，今天最主要是出发的日子，所以叫出发。对，这个老子一装手机很好，这个温博士，对，有道理。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鸡棚啊，虽然已经打扫干净了，就剩下几个框架。其实啊，这个鸡棚我是这样计划的，就是到时候把这些砖呢、啊。重新的整一整，做几个墩，做完几个墩呢，就上面用木头啊，就搭一个阁楼，阁楼上面铺好木板，铺好木板上面就做一个茶吧茶几室，然后上面摆一些我们需要的电脑啊，一些就是接待客人的一些桌椅啊，这上面的啊高度也可以，然后看出去的都是田园的一些风景，所以这个地方需要一些资金来就是打造，年底回来再说吧。我、哦、高手来香炖面，高手再请出去。今天出发吃炖面是吧？嗯。OK， 我们的风大厨在给我们准备面，顺便把那些菜全部吃掉，然后把碗洗干净。吃完这顿面我们就要开拔了，但愿前途一片光明，冲呀！很好吃，怎么这么黑啊？对，它就是黑的，比他还黑。他说有的一拼吗？没有，其实它比你黑一点。我这次能吃吗？可以，昨天我吃了，我老好吃了。不是你要蒸一下吧？那怎么夹也夹不动啊？不是夹下面那个翅膀吗？不是有个翅膀吗？我咬一口吃了。哇哇，香吗？嗯。吃辣椒干一样，不知道吃什么味道。这个闪电侠的标志就是，啊，预计我们速战速决，闪电一样的走完大西北，归到地球村。现在已经吃饱了，吃了两碗面。在这里要习惯吃面，为什么？因为去到大西北，特别是北方，都是吃面食。现在我们的高手还没吃饭，看看他在干嘛哈。高手你在干嘛？高手你在干嘛？在清理一下这车子里面的机会。这啥情况？啥情况？嗯。备胎都带好了，本来就有个备胎啊，就车子不备胎，没备胎，不然你说，备胎要有。高总啊，你这车能开到大西北去吗？啊？我也就四个人，
不是你这都修了好几次了，你这车。人也是这样子啊，是吧？你说不能说住过几次院就不能活了，是吧？修总是把它修好，对不对？高手开车，他是不需要刹车片的。我觉得你一年到头到现在没换个刹车片吧？换了。你确定你换了？就今年换的。你都不刹车的，你需要换刹车片吗？哪里有不刹车？不刹车车子怎么停啊？这牛顿惯性啊，是吧？这不是，那地球村早就被撞完了。哎，我发现前面那个墙上面的几个孔都是你撞的，是吧？啊？哪里有孔？你去自己看看。不可能，哪几个孔都是你撞的，轮子印都没有。以后如果高手换车的话，基本上会省很多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需要选装刹车片。正确，这就是我要想要说的啊。老板不要刹车片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老板说行，打五折是吧？最起码给个98折嘛，对吧？因为他不需要刹车片，那开车是一个猛啊！这次去大西北，希望大家听我的话，就是说尽量开慢一点，因为我们不是一起走的，都是分开走的，有可能整个行程下来，最多可能就碰10次8次面，其他的时候都是单独在路上，所以希望他。要听话，不要开车这么猛，一家老小子是吧？所以这次我们所有人员必须要签一份协议，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安全负责的一份协议啊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啊无所顾忌了。这个不是我的吗？这是我的。我的呢？我刚买的裤子，我跟你讲，还这样的人都有，真是个奇葩，罗小强。高手的还高手啊 ？OK， 我以为他在帮我把线拔掉，没想到他帮我上把锁。哎、这是帮瑶瑶妹锁的吧？我这么信了你啊？啊，你还能帮我插把刀、啊？高手，你做得出来吗？你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情。裤子可以脱下来就行了。他脱掉他没要说啊。没关系，这裤子就不洗而已。裤子把那个我试一下那把锁是不是好的坏的，知道吧？不小心按一下按进去了。你真是个人才，想不到啊，小强也是一个比高手还高手的人才。我以为他帮我把。你这新买的裤子，你怎么真的这样搞着呢？那人家这后面那不是油了，系不了皮带，拿锁来啊，然后脱掉，没钥匙，来重一下，之后再缝嘛，剪掉之后再缝。哦，把这个剪掉啊，这样就不是那个。我跟你说，强哥，我会记住自己啊。我今天我下次他就舍得拉链了。我相信你，我一拔线头，我都这么好，拉这么好吧？拔线头，我其实他是他要帮你拔线头啊。哎，我很相信他，没想到他帮我上个锁，我试一下这把锁是好的坏的。那现在是好的坏的？好的，好的。那你看不看开开呀？没钥匙。要是被高人应该上次有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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